啊？哦，因为我现在读取画面，好像有在解释。是没看到。他要找东西耶，激活捕获点。什么鬼啊？看看吧，玩一次。每天要去玩看看就知道了。可以加了的样子。可以加了。它总共有两个方式，一个就是像我们认知的淘汰赛，就是你找到人就是把他杀掉，然后另一个方式，我们要找到一个叫捕获点的东西，你可以激活捕获点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在场所有的玩家都杀死。哦，这么强哦！只是那个捕获点不知道是要收集几个东西，还是要怎么样？嗯，激活捕获点。哦，秀！好，我准备就绪。好，绪。嗯。哦。Let the games begin. I'm sure you're aware. You hunt them, they hunt you. 长什么样子啊？不会杀害其他人会。我现在只看到猎杀猎物而已。我也是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是。那我看到说什么杀兽会受罚，只有一个人这样要捕获吗？是谁啊、欸？感觉哎、欸哦，有一个被杀死掉了，死掉就观摩了啦，死掉就观摩，然后他五回合这样、哦、啊，还是这样，一 round 一 round 的，就一 round 一 round 的，对。看到有人赏错人了吗？哎呦，大家很多人都在装哦，装努力装，很多人努力装哦、嗯。好好奇那捕获点长什么样的、嗯？不知道，大叔让我看看。他没有显示说是长什么样。哎、欸，捕获点捕杀谁什么东西？我看到有一个哦，它有一个地方出现一个标志在倒数一分钟哦。那你们要过去是不是？没有看到吗？哦。所以我到那边，然后呢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时间到吗？不知道，好多人在这边哦、喔。还、啊、有一个圆环哎，好酷哦、喔！对，有一个圆圈圈在这里，要干嘛？是先和平吗？不是吧？先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在干嘛？他可以点他吗？还是干嘛？你看一堆人在那边蹭呐、啊！不知道干嘛、啊？他在那边蹭，真的不知道他能干嘛？这是干嘛？不知道。不知道点左键也没反应，还是说我们要在时间内到，不然我们会死掉啊？也、欸、看起来不像啊。看 啊, 看啊，时间要到了吗？没有啊，十三没有，十二没有，现在四个多十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做游戏的游戏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什么换的？捕获点又怎么了吗？是啊。啊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干嘛？不是，我是要捡东西。他要捡东西啊！没有和平的世界。哎、欸，好像按下去会死一个人，按下去会死一个人。哦，是哦。不是因为你砍到我吗？我刚刚是看到你砍下去耶。我砍下去第二下之后点的时候，点的时候旁边不是马上就死一个人？没有，那喵哈杀的。那个是那是喵哈杀的。杀的。哎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不知道，我还想再看一下到底什么意思、欸、我想了解捕获点要干嘛。对对啊，反正他不是五轮吗？ 我有五轮啊，慢慢不要干、啊，不要靠太近，不要靠太近。先等到有捕获点再。对，好，先跑起来吧。反正这不是时间的，直接跑起来。先跑起来，先跑起来了。先确认大家在哪。跑吧，跑吧，跑！跑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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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起来。不要偷放蛋糕，我死了喽！没蛋糕，没蛋糕，没蛋糕，没蛋糕。所以现在是和平模式了。没蛋糕，没蛋糕。我们先等那个、啊、等捕获点出来的。捕获点啊，捕获点。我要哎、欸，找到五个。捕获点在那里？哇，他的那个画框还有玻璃。哇，好多人呢、啊！好多人呢、啊、！Hello， 你们都在楼上，我要上去。对啊。大家都在楼上。对啊，长豹纹，还偷换东西。不不，哇！你们全部都偷有那个换的啊？那个换的，那个换的好像是前面的那个一下下，它 CD 很久。对啊，然后捕获点，捕获点在前面，出现了，好像在楼下，楼下楼下，跟着人走，跟着人走，观光。在干嘛？观光。
当旅游团。对对对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是。可以干嘛？点的点的时候小心哦，确认旁边没有人在。我不敢点，我不敢点。一个一个过去点啊，排队吗？啊，没有。嗯，反应。好，没反应哈。换谁？时间到啊。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没有没有。啊啊！我觉得有可能是时间到，他那边是不是就显就有跑一个东西出来？对，嗯，应该是应该是那样啦，应该是跑出来那台机器吧？对，那台机器。等下试看看啦。啊，嗯，看按下去隔壁的卤猪会动。哇，那蛮恐怖的哦。他是问你说按下去好吃吗？你太像了吧！裹一裹一脚。哎，一个人去点就好了。嗯，好，那就团团去吧。站在前面那一个。哦，出现了。这个吗？去点他，去点他。我去点他了。居然去点，去点。有啦有啦，对啦，就是一个人要去点啦。哦、然后点，然后点到以后，我、哦、点到满呢、欸。垃圾耶。对啊 ，CD 蛮久的。哇！然后结果是我们全部都死哎、欸。哇！恐龙。哇！好帅。哇！好帅哦。我也想被捕杀点又看看，我没看到。你也笑太爽了吧？你那只角色，对，笑太爽了。哇、哦，这好帅哦！帅、欸，我想被捕杀点弄看看。要那个，就是如果真的玩这，哎、哦欸，那你可以中途放开吗？不然你这样会被砍死、欸。哎，应该可以吧。我没试过，等下下一个人试试看。好，下一个。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，多了一个这个。这个还蛮酷的。正常玩吗？正常玩了吗？嗯，知道他是干嘛的、啊啊啊，知道他是干嘛的，这个太可怕了。嗯，那个恐龙吓死人，而且我们全部聚集在那，直接他会不会会不会不同地图有不同的那个？有可能，嗯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按错了八七啊！观战，观战模式。嗯，我要让观众超乱，然后一直狂点。狂点，我一直切换视角。哇塞，团团，你这位置，啊，没有他死了吗？啊，我跟我刚杀了小雨，然后哈基杀了我。啊，你们死那么快？对，哈基哦，哇，哈基哦，好猛哦，就团团补残啊，哈基在后啊。没有要去捕获点吗？哎呦，我想被捕获点吃看看，我刚才没看到。居然，我现在是放在捕获点旁边而已。我真的觉得可以去捕获点看看、啊，因为那个团那团团每次都选同一个角色啊。我在累积那个啊。看到你了，那个，看到你了，哇！等一下剩雨月跟团团了耶，那就是等我。你慢慢弄啊，你要不要看看能不能中途离开啊？可以，可以耶。那重用吗？懂他屁股快点，懂他屁股快点，懂他屁股。从中途离开，你就那从累积只要从累积耶。哎、欸，他后面有菠萝面包哎。所以其实他也蛮那个的，你要去看，真的确定旁边没有人这样。音乐拍他屁股，快点！音乐被吃掉。他想要看他被吃。哦，这样、哦。他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咬走了。I think。哎。真的笑得很开心耶。好，他笑好爽哦，这个角色。笑超爽。他也打大腿。好烦哦、喔，他笑死，好无聊，超烦躁。嗯，哎呦！啊，该行动了！该行动了，有人死了！该行动了，谁死了？哦，好快！该行动就有人死了，真的！你还踩过我的头！我一会儿讲话我就吃东西。难
难怪这么安静啊！默默的就死掉啊，因为在吃东西。Yeah！ 然后小王就死了。然后你就死了。然后我就死了。你死了。你是用变色龙哦？你说谁？音乐啊。对啊。所以你每次新回合都不一样的脸，都会不一样，还有人会不一样，不能记人了。哦，你笑好开心哦，音乐。好坏。啊！警察先生，你为什么要转过来？嗯，阿不也得嘞，棒！哇！警察先生，我被警察先生害的。你们在那边放了一个东西哦。哎、啊！还是被炸到，可恶！这么远还是被炸了。其实这个这捕获点真的很坏，旁边他都会在旁边有那个。隐藏的点，然后就可以在旁边偷偷等出来。他按 shift， 然后按到 tab， 想冲过去打打不到。对啊，蛋糕炸好远哦，可恶！都捕获点旁边有蛋糕就完了、欸。对啊，就完全不能用啊，完全不能用。就只有放的那个人可以去动它而已，不然就是要等等时间过，时间过，蛋糕有时间哦，然后蛋糕有时间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跑起来了。米娜桑，我那个啦，我卡画面啦，你们跑起来了，我卡画面啦，卡画面。哇，两个跑起来了，哎呦，小雨被补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一补完就炸到。喵哈，是不是你？那是你对不对？喵哈，什么东西？对啊，那是你呀、啊！喵哈，你怎么不打？不是，是因为后面有警察。不是，喵哈可以打，喵哈可以打。不行，打他啦！他们哎、欸，不是你不要乱推，你不要乱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屁股，一直没看到我。都死在这兒、欸，我被捕了，被捕了，你上一块蛋糕啦，蛋糕会飞，对啊，蛋糕飞起来了，他自己被捕了，好爽的感觉，一个杀一个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大家全部都在警察前面杀，真的，笑死。嘟嘟嘟嘟，啊！解锁了萨库拉，萨库拉要继续这个模式吗？好像也才剩十分钟了。对啊，剩十分钟而已。那就不要换了吧。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吧。再加一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又是星图，赞啦！赞啦！不行，我这次一定要用到新技能，刚刚都没用到。什么新技能？用到什么新技能？它有个新技能叫反击。反击？对。反击。你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时间，然后就是你砍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反击这样。哇！一起打哈！但是实际没有用过，没看。我们一起打哈。你好，走。哦，等一下哦，我怎么跳不回去啊？好了。点天赋。It's quite simple, really. Kill your quarry while you feed your hunters. 直接跑走。怎么一开始就听到蛋糕的声音啊？听见蛋糕的声音。耶！炸死了！我没看到有蛋糕，可恶！我在看远方，没看到旁边放蛋糕。那你也被炸死哦。对对，他也被炸死了。小雨的蛋糕，对，好吃，好哥，好假。你想干嘛，小雨？啊，对不起。
按错了，被抓了，对不起。你要你按错是不是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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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还在吹口哨，还在口琴。吹口哨是我，旁边还在拍一首，超烦的，大家都在拍一首。超坏，好哇，超坏的。哎呦，一对一对决哦！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哎呦。再撑个十秒就够了，上吧！我天，好远哦！哇哇，都不会掉啊，都不会掉啊！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！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忍不住了，有人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！哎，真是十回合哎！啊，十回哦！我看了五回合哎！哎，我也看五回合，我也看五回合，他已经在摸了。我看五回合哦。其他这转蛮快的。嗯，我们也三个人挂蛋，开场直接挂了。我还在看远方那个炸弹，然后你就被近的炸弹炸死。对，有个人直接从脚底放。我是刚好看到云月放蛋糕。拿东西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有反击哦，欸、反击！哇，看到动画了，耶、yeah ！看到动画了，好，第二，一二三，这三个人，嗯，哎、欸，小雨是被谁杀死啊？音乐，看那个左下角，哦，看到，看到。哟，哎呦！我反省这个，你到底干嘛？你干嘛看我？你在干嘛啦？你干嘛看我？你忙哦，你超忙的。哎、欸、我觉得这个模式更心机耶，因为有捕获点，所以大家都会在捕获点附近那个。嗯，真的。看到了，哎，哇！绑鞋带。耶！绑鞋带，举起来了。我绑鞋带。哇！哦，反击只有十而已。嗯。警察伯伯。警察伯伯怎么了？你要睡多久？警察伯伯，他每次睡觉还有被杀，我卡住，哎、欸，哦，哇，我看到你在一楼，我在 1.5 楼，你在打我、欸，哎，哦，可恶，我刚想说学前面那个一模一样的 NPC， 你为什么不打前面那个？有天眼。哎呦！哎，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出生在一个一模一样的 NPC 旁边，学他走路好了。哦，你是用技能看到喵哈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你好跳、哦，你好聪明、啊。哇，你们三个长得好像哦。真的假的？看到有人变身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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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帮你看看那个人是谁。我觉得小雨在蒸衣服好热哦，真的。在干嘛？我在那边装着，你干嘛？哦，哇哇！这在旁边。刚刚瞬间发生什么事？有点太快了。杀爆杀这样子。大爆炸太夸张了！
笑太爽了吗？笑得很爽哎、欸，超爽，超高分贝的爆笑。哇，刚看到 NPC 在滑步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看到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个的集合点为什么有人直接死啦？警察在我面前，我刚开始就直接活在面前的，不打白不打。怎么有一个目标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？再不动我就要死了。啊！我在睡觉，我没看到，我在审那个反击，可恶。哎、哦不！再不跑就被杀，就像这样。一对一了，又是你们两个、欸，一对一喽，又是你们两个、欸，是你们两个喽，好快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这次反击点是在哪个地方？哇！你们两个人的有个特征是一样的，嗯，欸、真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都是男生，对、欸，也是啦。啊，哎哎哎，那这样子应该不止这个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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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应该叫这个吧？这叫守株待兔吧？答对了，已经看到他，但是这里真的是要比速度。你答对了呢。不是你们刚讲那个特征一模一样，太明显了啦！从头到尾只有两个红帽子、啊，都有管子，管子，管子，管管那个上面的管子还是下面的？OK。嗯。哦，谁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哦。是不是你呀、啊？那个，这个是小雨吧？嘿、hey, ，我只是来拿东西而已。你们看到我？小雨在我附近哦。有。小雨在我，小雨在我的前面哦。他放蛋糕，这坏女人。真的是坏女人呐、啊！好，他放的是蜜蜂蛋糕，不是蜂蜜蛋糕。嗯。啊！捕获点出现了！哇！小雨是不是下来了？对。哎呦！我只是路过，我只是路过。谁的蛋糕？我的、啊。嗯，嘿，咦，小雨的蛋糕还没消失啊！我的蛋糕有别的路上来哦，要绕很远，可以绕一圈，可以绕一圈。好像找我们跑的了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不行啊，绕还是下楼啊！可以啊，另外一边可以哦、啊，直接砍脖子，好痛！没蛋糕了，没蛋糕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是什么拔刀声音？啊，有人那边放蛋糕哦。啊！哎、欸，反击！哎、哦，反击太强了吧！哇塞！我觉得反击有点强。哎、欸，是，他等级很高才能拿。啊，你按下去的话，如果没有反击成功的话咧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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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按下去之后，他只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如果这个时间内有人打你的话，就会被反击。哦，意思吗？对，他那个时间就一点点。CD 多久啊 ？CD 七十，在这个模式有缩短 CD 的情况下，还要75秒。哦，对啊，在这个模式下的那个看对方的是只要45秒嘛？对，所以其实他应该蛮久的。嗯哼，就跟蛋糕差不多。嗯，啊，这还是觉得他好强哦！哎、啊，我也觉得反击太强，真的。哦，然后特别的刚刚好。谁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小雨刚断麦。哦，我说特别在这个模式，对，应该是淘汰赛的模式，像。嘿呀、啊，所以就变成是你看到别人，哎、欸，你刚刚反省，你应该有看到我身边有冒蓝蓝的光。没有，我刚好卡画面，我就死了。啊，可惜你。
因为如果有人用反击的话，他会有一个蓝蓝的圆圈在他的角色周围。没有，哦、所以就是你要等到他那个结束再砍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很强哎、欸，放蛋糕又反击的话、啊，你一路跑就好了。哦、就是跑跑跑，让等别人过来找你，有没有？嗯，好刚好。啊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再隔三十秒，为什么？好，可以跟观众聊一下做结尾，再隔三十秒，好，跟你聊一聊，小雨，您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还好，我在吃超好吃的肉干，我觉得很爽。好，关台。麻瓜。嗨。要嘛，很好吃哎、欸。哪一家的？火车肉干。哦。不是不是。啊，开始了。哎，我推某某某某玩家推荐。是哦。某玩家推荐。某玩家推荐。时尚吗？哎、欸，你们买肉干，你们会去买那种肉质还是肉条之类的吗？都会耶。我在吃肉条。哦，我没有吃。我家是肉质。可是我觉得那个都很干。嗯。我都含着呢。我比较喜欢吃肉条，就是比较用含。你说你都含着条状？没有肉质、嗯，我都用含着。哦，是吃的。好哦哦好好好。想开车是不是？我还没关台来。很想开。我也没关呢。来。好，我可以观察，大家晚安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。来吧，好啊，又跑去遛狗了。没有啊，我说他啦，你又没有狗。欸、我是说他啦。原来我一直忘记开麦。我刚才一直在想跟你讲话，你没有开麦啊？我也想说，我跟你讲话完，你没有回我是多想。不是跑掉了？我以为你直接走人了。没有啊，我那个按错啊，我切画面不小心按到。水里安，不行，我豆豆真进来回你话、啊，我想要你又没有理我，你是不是就跑掉了？我想说奇怪，你都没有讲话。我现在在解我的猫的好感度啊。嗯，你在狂吃还是在送礼物？哎、欸，就送礼物比较好啦，因为你没有我还没六等，我还没六等。哦哦哦。我只有大一种是七等而已，其他都还没六等，所以我在狂吃。嗯，我先把所有的吃到六等。好。然后最哭的是你用那个狼烟叫好友，还会叫到不是？对啊，你会叫到有姓名的。对，你会叫到好友的貓好友的猫。哇，太靠腰了吧！我刚刚把步步叫过来，我快气死了。你想干嘛？他那么可爱，叫到步步，我在荒地叫到江江的，然后在鹿珊瑚叫到你，我叹气。江江的就算了，我的怎么可以拒绝他？他那么高级，开始游戏。先打、啊，我晚点自己再。我先去拔草、啊。我还没拔、啊。要先去磨。对啊，那个拔草。那个被弄肿的。去巨魔打两只飞龙种。好，等一下我放完这一次的就去了。我要给我猫咪换装备。关台时候找我嘿，那你要十二点以后都还在呢。你不要十二点以后都跟我讲说你累了去睡了呢。不服加钩追。我有办法从外面直接看到我猫的好感度记得吗？看不到啊，所以要进游戏才知道。对啊，汽车，哦，野生，哦，那个原始猫咪，哦，好，我知道可以了，我看到了，我找到了。骗我可以看，我找到了。我就没看过。我名片那边应该有，在那个工会名片那边啊。哎、欸。的随从资讯那边。哦。
所以充满就有人。所以是陆珊瑚、曲面族跟兽长。谁开巨魔啊？我开吗？还是你们要开？我再用装备一下。还是你们要先陪我打调查团票局？可，你要哪一种的、啊？没有大连续狩猎的那个，我全部解完了，剩那一个了。哦，你说二十四等可以解那个？是二十四等吗？我忘记等级了，反正就是大连续狩猎，有点累，一个人打有点累。是。沉睡龙脉的大恐惧，我接任务。那一对二十四等可以打的，对啊。开了吗？开了。好。哦，对啊，我不在你那边。好，我来了。巨魔之地的森林。那走了，走、啊。啊，改分类。改分类。怎么还在怪异杜立德啦？这什么标题啦？我今天看到有怀疑啊。歪耳是我重，不是，因为我那时候是直接套用，Amigo 之后的 Amigo 杜立德，是，还敢过来，还敢过来，还想，我穿过来就都是打铁了，那有两个不在，哎呀，不要跳我，觉得打又没差，不行啊，我们一定要等人都到。奈斯又不在、欸、啊！哦，有奈斯挂机哦，我看他不动啊。啊，直接打了啊！你已经放弃队友的决定。哈？
还没吃饭啊，奈斯。刚才发现不吃饭。等一下，这个人是不是？我来了。他是不是要睡了？没有，你骗我。我说他是醉了。怎么了吗？巴了我一巴掌啊！捡石头？哎、欸，不用了。在手上啦。撞了。弹尾巴啦！尾巴你先弹，我先断他手。嗯、我刚看你不是拿啊？你不是拿极乐净土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拿神枪啊。我刚看你拿极乐净土呢。你是不是还没有更新我的资讯？有可能，因为我拿那个去吃猫咪的那个啊，好友。我可以为了你剪这段出来。我刚确实是看你拿极乐净土。对啊，就是你那边还没有更新没，我都会这样。哎呀！活不老化。这人走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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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手套啊，两手另外一只手不断的就软尾巴，哎不要飙车吗？睡了，睡了。我啊，又是你的手。有。不用爆桶吧？啊！我要推炮弹，要打五支哎、欸！可以回去啊，不是吗？哦，那你放啊？不是可以回去吗？还是可以回去、啊。我就说，那你放啊！没有，会有特殊的。